他到现在呢，还是要小孩子跟他一起。其实那个小孩睡觉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他有点节目效果。我其实要表达一个概念，就是你随时回到我的房间，你的家人永远都在。其实你抓的越紧，他会越想跑。可是我们其实没有抓的很紧，是我一直放他出去，所以他一直想回来。他没有想回来，就是你要他回去。不认识他自己。对啊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夫基地。